TVB 艺人洪永城1月3日连同赌王千金何超莲一起在香港旺角出席护肤品牌活动，两人这次远赴冰岛拍摄宣传短片。洪永城透露差点被何超莲的冰凿搞到毁容，但是对方很有做旅游节目主持人的特质，性格非常大胆，也很喜欢玩。话说洪永城，你去过那么多地方，什么时候带新女友梁诺言一起出去玩呀？这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其实很多地方也没去了，也可以一起去，是开心的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是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个阶段了，因为大家很多东西要做。希望2、3月的时候有假期，我们再想去哪里吧。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也是把我们的精神专心在工作上面，他也很忙，我也很忙。另外，今年跨年时看到洪永城都大方地带着女友一起和朋友开派对，画面中两人非常开心并且般配，看来梁诺言已经正式地融入到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了。因为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了，共同话题就是比如说大家也可以问他很多运动上面的 knowledge， 也可以跑步上面的 knowledge， 也是很开心。我也会见他的朋友，他也会见我的朋友，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